它是左右型，把 AB 求出来以后 ，x 等于1的平方，除以5的平方，加 y 减1的平方，除以几？4的平方等于1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这一题就是去列而已啊、哦。我们哦，大家还是蛮累的。我再休息个5分钟啊，好，休息5分钟。等一下我会讲到第11题啊、哦，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啊。讲到几？6、7。休息一下，休息5分钟，等一下再继续。我们多休息几次好了。今天是不是因为开始冬天了、啊，大家感觉就比较想睡觉？而且天气蛮冷的、哦。什么？还是什么？还是要开冷气啊？会闷，而且那个湿度会上升，空气不舒服。我认真的说，空气不舒服。嗯，空气会让你们不舒服。对，冷一点会比较舒服。再休息一下。Thank you.
针头被拿去卖。就等于啊，看会来死啊！林俊杰的针头拿去卖。啊，我记住哦。啊，行李。有人说竹北有人光那个中华路上有一家叫单身姜母鸡，我以前在跟我讲过好吃 For you 的食品啊，哦 So for you 就是为了你做的，但是单身姜母鸡 For you 啊，
那 A 等于四 ，B 等于几？三，所以 x 加一的平方除以三方，加上 y 减四的平方除以四方等于几？一，可以吗？水平的在 x 下面，切直在 y 下面，这就是我们的什么？这是我们的椭圆方程式。那第二个，中心在一二，长轴平行 x 轴，中心在一二，长轴平行 x 轴，画成水平的这种平行 x 轴，然后呢，长轴为短轴的三倍，而且过四三，也就是说，这一条叫 t， 这条叫几 t？ 三 t。先列式 ，x 减一的平方除以三 t 的平方，加上 y 减二的平方除以 t 方等于几？等于一。再带四三去求之就好了。四三带进去，九 t 的平方分之九，加上一的平方分之一等于一，可以吗？那很明显的合并整理一下就可以去算了，所以 t 的平方等于几呢？全部乘上九 t 平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九 t 的平方等于十八 ，t 的平方等于二。t 的平方是二，带进去就好了，同学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原式 x 减一的平方除以九乘以二，加 y 减二的平方除以二等于一，可以吗？好，就这样哦。把最后 t 平方等于二带回原式，是不是可以得到答案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很快很快。地球，点三三，椭圆 x 减五的平方除以十六，加上 y 减二的平方除以十。今天下午有一个朋友就是联络我哦，他跑去，因为他本来是先工作，他后来就考到那个台大电机所，对啊，然后他问我要去找哪个教授，啊，害我看我同学都在读书，也想要回去读个书，感觉也不错，可是这时候我就不会想要读，就不会想要再读电类，我想要读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，我想要不然我去读政治所好了，对啊。这样我就可以为了新竹不惜粉身碎骨，承担任何重要职位。越读头发越少。来，那这样 OK 了。来，共焦点。同学，在椭圆或双曲线共焦点有什么特征？同形啊，共焦点的时候，来第一个，相同的什么中心啊，焦点一样，除以二十就是中心，加起来除以二十中心。同 c 长是一样长，也就是 c 平方是一样大。再来相同的形，左右就是左右，可以吗？
可以哈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型的，看得出来吗？它是左右型的。这时候 A 方减 B 方等于 C 方，不管是什么哦，我们这个新的图形的 C 方出来是要一样的。那这个 C 方怎么算？根据 B 是零 ，A 方减 B 方等于16减10，算算这是几？六 ，C 方等于6，可以吗 ？C 方等于6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新的 A 派的平方减掉 B 派的平方，就一样等于6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那为了变数比较简单，我去令 B prime 平方叫做 T， 这时候 A prime 的平方就变成6加 T。 那我们的椭圆，新的椭圆方程是 gamma prime， 就叫做 x 减5的平方除以6加 T， 加上 y 减2的平方除以 T 等于1了，看得懂吗？为了简化我们的式子，我们去让我们新的 A prime 新的长轴长的平方得到6加 T， 短轴长的平方得到 T， 这样写至少它不是244，你知道吗？你解位之处会比较方便，方便，知道吗？方便。好，那再来怎么解题？是只要再把这个点33怎么样带进去就可以解题了，带33解题。来，同学，你们做一下吧，可以吗？国小我要去念社会所，因为我觉得社会所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。你也可以去读台大医学院啊。台大医学院？对啊。干，这有点太难了。我去读台大医院比较快，台大医学院有点难，台大医院可以。台大医院明天就去了。又精神科。嗯。还挺捐赠。精神科还好啦。对啊。反正我那时候就是，我真的有点想念台大医学院。我其实这个在之前有一阵子蛮想去考医科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但是后来打开书就觉得好累。我完全能体会你们的心情，所以你知道我在读书都是鼓励你们的态度啊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也是有跟过来啊，好不好？我也是开过无双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这个本来就这样啊。好，那你们算了吗？算了吗？哦，还不错哎，没想到你长个痘痘就变成这么的强悍。哎 ，T 是多少？快点。算一下好不好？啊？哇，算一下，呵 ，T 等于2啊。所以经过精细算，T 本来会有两个解，你知道还是说什么吗？我还是解给你们好了。哦，这个6加 T 分之4，加上 T 分之几？一是等于1，计算 T 等于几？负3跟几？二，同学，负三合不合？负三不合啊，负三加进去这里是负值不合。哦，我们知道这 T 要是正值啊，哦，因为它是椭圆，所以我们的 gamma prime 新的式就叫做 x 减5的平方除以8，加 y 减2的平方除以几？除以2等于1，就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第10题。哇，不会太快，等你们一下，先写一下。
不然我去念运动休闲管理系啊。不错哦。不错啊，念出来以后在外面装一个高空弹跳。我觉得你很适合宗教系。宗教系为什么？我还好啊。我没什么宗教气氛，你不觉得吗？你啊？你说像神学系那一种吗？像韩国瑜。韩国瑜是念北京大学政治研究所的，其实他的路线就是斗争路线，对吧？真的，真的。这篇会不会上黄标啊？本来就没有在营地啊！啊，没有在营地啊！宗教系哦，有一些你知道可以直接去念，你知道吗？像那种有一些神学院念那种天主教那一种，当神父好像是不用，好像没有大学的认证就可以直接去念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直接去念就好，可是不行啊。我没办法当神父啊，我又不是开国小补习班。哦，哦，好，好地狱啊！对不起，我是基督徒啊，我不是天主教，我才敢开小玩笑啊。啊？不是，因为你知道那个天主教那种神父会。对不要再讲下去。来，历史啊，历史，对。哎，我这高中的时候只能去当社里教神父，明白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这在大学的时候啊，这碰到社里教，你们要小心。你们知道，社里教啊。社里教，这个基本上来说有点不太好。这个就是他们会招募很多人，然后有点就是把你们洗脑的方式，就是留在这个宗教的地方。有的时候这种地方哦，是趁你心灵脆弱的时候，他就会慢慢进去。所以你在看这种宗教的时候，要去常常观想自己的内心，他有没有做出一些违反社会常理的事情，例如说叫你们集中住宿啊。然后在一些奇怪的时间去集会，那都是奇怪的，好不好？如果是开轰趴就算了哈，还算正常，轰趴可以去。可是如果什么宗教集会，到凌晨三点，我靠，你不怕会召唤出一些奇怪的东西来吗？对啊，哦。那这个社里教的话，这个之前好像就是有一些就是性侵或什么的丑闻，我说你们自己去 Google， 他们现在很努力在 Google 上面洗白哦，但是在大学里面。很多的学校都会有这种组织，这种宗教的附属组织，请你们这自己，你们要快要到大学要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社里教它的前身是从统一教，你们知道什么统一教吗？统一教是有一个叫文先明的人，那他最有名的就是婚配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例如说好朱伟腾生日，他就说好吧，那朱伟腾我就赐给你一个老婆，从布基纳法索来的那个小姐这样。然后就是你就要跟布基纳法索人结婚之类的，对对对，哦，他就是会帮你就是配婚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哦，布基纳法索哈，来，那个在哪里？啊，非洲吗？这名字都那么飞的，能听不出来吗？对啊，来，听到什么雅的，通常都在大洋洲的吗？什么圣露西亚、啊，什么巴巴纳吉纳米亚，没有乱讲，之类啊。来，哦，来，那这什么鲁的，就是那个你知道吗？就是在那种中南美洲，哦，图瓦鲁啊，什么，图瓦鲁什么，太平洲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要乱讲好了啊。我记得你们最近有读这个。读地理哦，我地理不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同学，别扣了半径为六 ，M 的坐标是四零。好，看到这里哈。好 ，Q 点在圆欧上跑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啊 ，P 点为 FQ， 听起来像骂脏话。的中垂线与 OQ 的交点，这里是 P 点。
可以吗？哦，那在这个 Q 点上移动的时候 ，FQ 的长度会跑来跑去。哦，那这个中垂线，要去找这个 P 点的轨迹方程式。同学，你看到中垂线，你心中会想怎么做辅助线？中垂线上的点到两端的距离会相等，所以呢，很 happy 的会把辅助线这样一拉，哇哦，像那样是不是一样长？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那一样长有什么好处？有啊，这一段是半径加起来是六，对不对？那这两条加起来这也是六，因为这两条一样长嘛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哦，那有的人会希望用一些辅助的项来表示哦 ，OQ 叫做六 ，OP 假设叫六减 T， 那 PF 是 T，OP 等于六减 T，PF 等于 T， 那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？OP 加 PF 的长就等于几？六减 T 加 T 就等于几？六。同学，加起来是一个定值，是不是叫做什么？椭圆。可以吗？这个 P 点到 O 到 F 加起来为一个定值六，是不是就是一个椭圆？可以吗？所以这时候 P 以 OF 为交点，六等于二 A， 所以 A 等于几？三。哦，那这个先写式子。O 加 F 除以二，叫做二零。那我们的式子就可以写成 a 减二的平方除以 a 方，加上 y 减零的平方除以 b 方等于一。把 a、b 求出来就好了。a 等于三，二 c 等于四 ，c 等于二，那 b 等于几？九减四就是五 ，b 等于根号五。所以带进去 ，a 减二的平方除以九，加上 y 减零的平方除以五等于几？等于一，可以吗？这两条加起来是六，可以吗？啊，因为这里跟这里一样，你看这边跟这边是一样长，重点到两交点。中垂线上的点到两端的距离是相等，这一条跟这条一样，所以 PO 加 PF 等于 PO 加 PQ，PO 加 PQ 是等于 QO， 就是我们的半径六，可以哦。好，再来，我觉得十一题非常精彩哦，不是很瞎题了，瞎题，脸上就有血，可是今天不会。我提早了两三分钟，你要到几分下课才行？到时候没关系哦。好，那就好。来，等我一下啊。啊，顺便讲一下啊，这个今年的话应该。看一下应该会煮火锅吧，就是你们可以在那边跨年念书煮火锅，对。好，跨年看书煮火锅，我们这边现场啊，从来隔天就月考，这样很嗨啊。怎么可能跨年一月一号隔天月考？怎么了？二号、三号月考？对，真的、哦。哇哦！其实我今天看，每次段考都在人家的，第一次。你们要跨年读书，我先去申请那个中华电信那个儿童保护守门员。进考。我那你们那时候记得去哎、欸、前年的时候啊，你知道去年我没有办，因为我前年太不爽。播 A 片。干是啊，那个刘启云啊。兄弟，兄弟。哎，不，那是学长解播的。啊，学长。学长那个什么林庆颖啊，知道吗？林庆颖播了。啊，林庆颖在那边笑得好开心，脸都红掉，你知道吗？林庆颖。那个九字
应该知道吧？你应该知道吧？对，那个。看，我要抓好，哦，抓好鹅少守门员，我们再来一次。不要，就要回来，VPN 翻过去，很劲爆哎！啊，那个 VPN， 那有个包，我怎么知道 A 你只有翻过？你家有装对不对？对，我家有装。看我腰嘞！那有个办法可以躲哎，就 VPN 就可以翻了。没有，好像不用 VPN。我爸跟我讲说，那个只要是 Chrome 设定调一下就可以。哦，那我不知道，他不是。哇塞！你们看到男生可以为了看 A 片可以做到什么地步？哦，手机大师，太厉害了！打我的手机，我们先打开。你的手机吧，收干了。同学来，我报上管人。哎，这题很重要，这题难啊。第十一题，他说如图哦，这里有个图。哎，好好看完这题哦。这是 A 点跟 B 点，上面有个 P 点，可以吗？在这个三角形里面。我们在 P 点是第一象限弧上的一点，要去问 ABP 的什么面积最大值的弧上。同学 ，ABP 面积最大值的弧差怎么算？其实没有很难，但是这一题就蛮精彩的啊。首先 A 点是几？负三点。B 点是几？零负二。那这个 P 点叫做 AB。可以吗？那我想整理一下这个事实啊、哦。我们已知题目 P 点是在第一象限的 XY 这个图形的上面，所以知 A 方除以9加 B 方除以4是等于1。那我们的所求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要求的叫做什么？面积耶，同学。面积。你要怎么算？在这个题目里面，面积是不是可以用那个？看你们要不要用测量式公式？测量式公式记不记得？从 A、B 绕一圈回到自己那边，啊，或者是用这个向量去算，用向量好了。A、B 向量 ，B 点减 A 点叫做三负二。A、P 向量是几？A 加三 B， 那面积等于二分之一的绝对是行列式，三负二 A 加三跟几 B， 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可以哦。好，把它展开来，变成二分之一的绝对值，三 B 负负得正加二 A 再加六。你先求完它的最大值，再加六，再乘以二分之一，是就可以了。所以要求的，就是二 a 加三 b 的最大值。同学怎么算？这里是一个相加的式子，哇哦，这里也是一个相加的式子，而且整理完后，四 a 的平方加上九 b 的平方等于36。两个相加的式子要求最大最小值，有什么事？科的嘛，科系不等式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用科系不等式，来，科系，全部都是相加，用科系。我是蛮希望你们自己先写一下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了，同学你们自己把它写一写，好不好？可是我是真的蛮希望你们自己写，因为我讲大概是三分钟就讲完了。啊，算了，我讲完了，就反反复复点。同学，你要求科星哦，那你要去算的是二 a 加三 b 的最大值，明白吗？那第一次的在右边，二 a， 哦，三 b， 哦，那这个东西化成完全平方，二 a 的平方加上三 b 的平方，你要跟这里的两个分量去内积，哎，二 a 跟三 b， 二 a 乘以一是二 a。3b 乘以1是 3b， 所以你是变成这个样子的式子，可以吗？好，继续去算哦，整理一下，调动一下位置， 2a
加 3b 的平方，就小于等于几？这里是36乘以2 72，所以 2a 加 3b 啊，介于根号72到几之间，负的根号72中间，可以吗？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求最大值，就取根号72，所以最大值就等于二分之一绝对值的根号72加6等于二分之一乘上6根号2加6，算出来是几？3根号2加3。同学，这是答案，3根号2加3。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哦，贵人辛苦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同学啊，十二题我就不讲了，你们自己算一下好不好？坐标化就算一算就好，这题也蛮简单。哦，我现在就从双曲线开始教。解答没有拿到的，我放在这前面这里，放在这里，这里好了，好，你们自己拿，好，压在这个宝剑上方宝剑下面，好不好？你们就自己拿。都有是不是？那你帮我把上方宝剑听人讲，就有些问题。拜，组长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好。完蛋了。学校变了，组委特。我快中风了，我快来教我。你要干嘛？我中风了，我今天昨天睡两个小时，快死掉了。但我昨天讲讲话，你睡着了。你说要我干嘛？人不是可以三天不睡觉？没问题吗？人可以三天不睡觉。哦，三天不喝水。被警察问。什么东西？